但是如果你加入吗？我有那个感觉很想吃。对啊，来啊，一起啊，一起没？哎，你吃了就过来了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你随便拿，拿过来，过来拿走，那你要先做个预测。预测什么？好，你觉得今天会赢？二四是不是？十八号这么明确？不早说是 Friday， 十五号我立马要换的。现在换了，有不过是不是？姐夫是牛肉面研究学家，为什么？他会到处吃牛肉面，所以今天这边全部都是牛肉面，他不会。我全部都是牛肉面，你就走了？吃牛吗？那我就跟他换。这个是周五三式组合，其实这种品牌，它跟周会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你要助攻有助攻，要防守有防守。有要三分，有时候也会来的。有时候，有听到关键字。有时候也没有。底线，周冠宇也会进一个三分。剩下六秒钟，林志杰找到周冠宇，从外线出手，命中三分，这是一记关键的三分球。没有转播，聊天室那个蓝天白云 Max 说没有转播，看人吃饭。没错，你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，你就看我们吃。啊，如果要吃的话，记得。点 Friday， 这是球队的第几颗三分？第几颗三分哦？第一颗吧，我记得第二了吧？第二，丹姐八颗哦，哇，那我可以说话再高。现在八颗，真厉害，真是流畅。哎，有人开五啦！中华队丹姐五助攻嘛，你是那个吗？对。哦，大力灌篮，我有，还有灌篮吗？可以灌篮吗？我是阿巴西，我也是阿巴西，有吗？大力刚有灌篮，有。我们要吃，又要聊，又要看数据，好忙啊，很忙哎。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转播的时候，主播球评频道会让你们超级不爽？等一下我先讲一下，那个小编说不能挖洞给球员跳，但我又跟他说。我没有挖洞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个洞。对，有没有这种时候讲到会你在讲什么？没有，其实我不会。不会，就是你要说我防守烂或是什么样，其实我都就是按你讲的也是事实啊。哎呦，我就是啊，我至少有个目标。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这种年轻球员乱场，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证明自己，所以就不怕人家会去说什么。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来说，得失心不会太重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先把专注力放在球场上，对我来说会比较好的。哎，好啊，再来一个，有六分，进攻率很强哦。哇，哎呦，哇塞，小马 bang back， 可以啊，小马。这个几分啊？还有黑哥也在现场。哎，我半场前再一个。他也是那种一有手感，然后都会对他就会开始。哎，球给小马。小马没跟上啊！走，我操！来了，这么远了！来，他要集体了！有，小马连续三颗，画叉叉喽！单节三颗三分球，要命！刚刚帮你保送，好送，可以，谢谢 Apple。哎，我现在单单算的话，我只差中华队三人得分上球。哇，杰米是我的了吗？杰米是我的了吗？我要 hands up 了，我要跳 hands up 了。现在就小马，然后龙茂九分。龙茂，对，九分。哎，龙茂，加油！中华队三人得分上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冰果游戏正式结束，加码是不是？好，加码，太好。有第二个连线的话，就第二个再继续。好，第二个吗？第二个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中华队有三个人得分上，有。那我听哦，还要再大听特听哦。廷照也听牌了，廷照听那个刘真得分上双，不过真哥这场比赛有点客气。来了，说着，刘真快攻。哎，好，等下球给高博凯。零分。你给小老弟就是手机吧。对，他现在要给。对，给小老弟秀。
桂宇要上了，桂宇要上了，桂宇要上了，那祥君会上吗？祥君，我这个同时上，这是同捆包。你这个达成的难度有点高啊！我这个应该是魔王版的吧？有人说桂宇打控球也行的吧？对啊，拼盘啊！对，哎，拼盘要了，拼盘，周五三四拼盘。桂宇上了。上了吗？但是没有祥君。我要上了吗？那我也太可怜了吧。那我就可以把我的线化掉了。恭喜！恭喜！十二个人全员上场，郑雅连线成功。如果他正负分八，中华队赢球，我就有一条。哦，我还有机会。正负分八，我跟你讲，对，现在拉出一波八比零的攻势，然后下。好像也可以啦。小马比一下。分球，喂！赵冠宇得分了，是效率组的。嘿，先负二，再正二，正二，现在正零，零了，零了。哦，正一是不是？所以啦，冠宇就是这样打啦。五八四，哎，算过来吧，这算过来算吗？这算来过吧？算吧，有，算吧，你是扣篮也 A 万吧？请问聊天室这样算过来吗？这样算不算过来聊天室？刷起来，刷起来！41%的观众投简廷照，我笔都拿起来了。可以，这样算不算灌篮加 N 万？哇，如果有的话，你是两格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然后还是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廷照正牙加油，抓第一个，阿志要打对哦。因为我剪停照的照，我很常打成那个肇事的照。我在尊重啊！我这个给你，按你挂家里，你就永远都不会错。哦，确实，确实是这样，没错。好，所以哦，有我分了。他是正大，这时候要打对小蔡，把你又收回来。小蔡打错。这边还是要恭喜中华队，在这场比赛以这个大幅度的差距。击败了香港，然后也算是在 B 组的预赛里面，这个资格赛里面开幕了。那接下来要开把纽西亚，我们要持续帮中华队加油打气。然后这边也谢谢郑雅还有廷照，谢谢加入我们今天的直播。最重要是要谢谢我们今天提供非常好吃餐点的 Fridays。在未来的不管是看棒球也好看篮球也好，如果想要一边看一边吃好吃的东西的话，记得选择 TGI Friday 就没错了。谢谢大家。拜拜，拜拜。